黄明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陈伟霆。黄玉畅。来了，妈妈来了，哎呦！顺利汇合，蜜桃团成功集结。本次主题，蜜桃团化身芭蕾舞学院新生。今天我听说我是主彩，并由黄明昊担任首期荣誉队长。身为本期的队长，彤彤走第一个，可以，但是没必要嘛，就这样子。应学校报社要求，蜜桃团将前往 M 镇废弃剧院参加小薇学姐的毕业专场演出，并于演出结束后对她进行采访。小薇能否顺利完成演出？蜜桃团又能否顺利完成采访任务？啊，开始了！我还有一个台阶。妈妈呀！啊，谁摸我？啊，不是啊，为什么拽着我走了？别！停了是吗？咦，鹏鹏带走了呗？有人不让我跟着鹏鹏，对，拉开了我，对。鹏鹏，哎，好远啊，感觉。你去哪呢？我不知道啊。不是，你们是不是知道题目啊？好可怜。不是，我要下楼梯了。啊，不是不恐怖的吗？好了是吗？右转，我就我自己走吗？不是，人生的路就要自己走，人生的路当然要自己走。我们马上过来。我们不讲话吗？有人，我们有人。我们不讲话，我们不讲话，不讲话。小声了。不是有人吗？前面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要低头吗？好啊！这是什么东西碰我啊？不是，这个我要走哪里啊？前面有东西挡着我，我这样走可以吗？我坐下，转一下，然后呢？我可以坐吗？我旁边不会有人吧？好多问题，他不行。好多问题。不是我不行的。哦，是个凳子啊！啊，走了吗？我要摘眼罩了吗？我受不了了！我要摘眼罩了吗？我受不了了！别摘眼罩，你什么都看不见，这样心里不烦。不是，他在那个黑暗中话很多。完了，一个人的过去。那我怎么办？鹏鹏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被带走。啊，我旁边没人是吧？求求节目组，我旁边不要，我一摘眼罩就有人，这是我最后的。这样显得很不勇敢。我旁边有很多观众，我旁边不要有观众。我有很多，鹏鹏你摸一下你左右。我不要。你摸到吗？我不要摸，我没摸。很多好兄弟。妈妈呀，你看到吗，兄弟？不是，为什么我后面再有脚步啊？我后面有脚步。我，对，是我。你说呀。我不知道呀。哎呀，Justin， 好坏啊 ，Justin。哎，我这有人。哦，假的，假的。我摸到人了。我摸到了，他的假手。你们旁边都有人啊？我旁边有人，反正。不要离我太近，我会有本能的那个反应呢。你本能有什么反应啊？我可能会挥拳。那你就会成为我们节目里面第一个殴打 NPC 的那个。不要离我太近，不要太吓我。好吗？加斯汀，你别搞。大老师 ，No！ 我在你后面。伟霆哥，哎，你在我右边。对，加斯汀在我后面。哎呦，荒废剧场！啊，他们要开始摸他们脚了，对不对？啊！
可以摘眼罩了吗？现在请各位玩家按照座位从前到后的顺序进行加字造句。加字造句，后一名玩家只能在前一名玩家的句子上加上一个字，语气字不算。等下谁在第一个呀？那我在第一排。是我先开始吗？大老师，我们报数吧。我在最后一排，我来说一下啊，好像是大老师、国伟、伟霆、鹏鹏、蜜姐到我。好，下面请听题，请用小薇爱跳舞进行加字造句。大老师先。小薇很爱跳舞。小薇很喜爱跳舞。小薇很喜爱跳舞蹈。小薇很是喜爱跳舞蹈。到我了是吗？嗯。小薇不是很喜爱跳舞蹈。嗯，可以。Justin。小薇是不是很喜爱跳舞蹈？小薇不是很爱喜欢，是不是喜爱跳舞？舞蹈。可以了，请摘下眼罩。天黑了。汇合吧。你在这儿，你在哪？啊，旁边的木偶会动，我旁边木偶在动。啊，什么还会动啊？哎，找一下灯吧。我们要不要汇合一下？汇合。你们能不能来找我？我求求你们。我可以去找你。我求求你们。鹏鹏，你在哪儿啊？不要慌。我求求你们，我眼罩都不敢摘。我们去哪里？啊，我旁边有人走。别怕。啊！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嗨，我是你们的小薇学姐。啊！谁啊？谁？别动！顾伟，顾伟，怎么了？鹏鹏，冷静，不要让我站住！你们怎么才来？啊！鹏鹏没事，你们好吗？哎，你好好好。你好吗？蜜姐，你太猛了！啊，我的天！你们好吗？我是你们的小薇学姐 ，Hello。小薇学姐你好，看着学姐你在哪儿呢？学姐。学姐你在哪儿呢？没事儿，是学姐。刚才是我给你们的一个小惊喜，有没有喜欢？吓到了啊！有没有被吓到啊？学姐这么淘气，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们觉得暗吗？暗，有点暗。哎，好吧，那我学姐，你可以先给我个。没事，怎么了？我们一起。不是我鞋踢掉了，刚刚。明白。鞋怎么掉了？你鞋怎么掉了？鞋怎么掉了？你们怎么才来？刚刚差点挥拳打到他了。明白。鹏鹏还好吗？鹏鹏？他就在我面。来，国伟保护点他。他现在。你们还好？鹏鹏真的很好笑。没事，跟着他走。随便坐吧。妈耶，真的是。所以在这里破密码。来，鹏鹏，嗯，危险已经过去了，开始解密吧。哦，别再查了，你看见什么到心里也是病。你看他干嘛？别，对我是不用找线索吗？不用找，是看那个。嗯，在这里破密码，肯定是周围有关的。你看，就只有这一排了，对吗？37到50是这一排了。那在37到50只有彭昱畅。你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啊？我没有啊，只不过他前面一直在吓我，我也不知道。彭昱畅，跟鹏鹏肯定有关系。所以37到50只有你。
就是他。啊，只有我。我们之前真的有过，就是衣服里面是不是藏了什么？之前小贾就这样过。跟我有关系。你衣服里头也许有东西。数字和位置之外还有什么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以为这不是个人呢，然后你刚动一下，我这么大一个活人，我真的是一个，我是一个大活人，我是一个大，不是你刚刚的扭头真的不像个人，吓我一跳，这么大一个活人。甚至是白天，而且这里就几个人，被他杀死了，我被。他现在已经不是鹏鹏了，好吗？他现在丧失了自己的本性。颜色嘛，那颜色有什么规律呢？你来猜吧。来。我这还有比突然来个人更吓人的吗？你打开是海边。它亮的啦，没事。走吧，没事儿。这哪吓人呀？现在才是开始，好玩好玩。就还好吧，这个。它亮得很。亮得很又不吓人。别关啊，这门。没事没事。直接推吧。推。问题不大的，没事没事，走吧。我来我来。来扶着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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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己别吓了别吓了。先不关门。哦，自个儿就开了。感应光源，进入房间自动开灯。闪亮登场，来看看。这儿有好多蜘蛛网。数据在这儿。哎，需要密码啊。我都很怕做噩梦啊，今天晚上。你本身就在噩梦里，你就活在噩梦里，根本不用怕做它，没事儿。鹏鹏，来都来了。对，谢谢。来都来了。可以。哎，哎，这里只有加斯的头发是真的，但是非常的融合。你看跟他们在一块儿，特别的融合。哎，明白药物。那还有一个，下面还有一道，那算吗？二，明白药物二二。明白药物二二。哦，还真是。厉害呀、啊。明白药物二二。不是，啊？对，8021是对的。啊！啊！汪汪汪汪汪汪！谁撞我？我。啊！谁啊？谁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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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了。哎呀！他进来了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不要怕，鹏鹏。没事没事，快跑快跑！8021555，快跑快跑！8021555，吓死我了！8021555。怎么这么大？因为是反向的。来撒花，撒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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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鹏鹏，你在哪？鹏鹏没事儿的。哎呦，我跪下了，对不起。本来都进去了。男儿膝下有黄金，真的。你这一路都是钱，你。啊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，我们这么着，我们给你围住。鹏鹏，你在中间吧。我是你现在跪着呢，是不是？我在跪着呢。把七下黄金给取出来好吗？这是谁、啊？没事，我不会拽错人。这是我。这前面这个是。鹏鹏先站出来。你不可能拽到怪物。你一定拽到的是我们。来，直接开那门，可以直接开了，伟霆哥。OK， 走吧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走，慢慢走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推别推别推，等一下等一下。哇、哦，好凉快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鹏鹏，你闭眼睛，没事儿。
是左边。别乱动，都是不是伟霆哥走的？走，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。你在干嘛？是你在敲吗，伟霆？什么东西倒了？有东西倒了。是你在敲吗？不是我在敲，刚刚是伟霆哥在敲。旁边有假人，旁边有假人。哎呀！哇！什么看不到？哎哎哎！这谁呀？老掉东西！小心哦！我觉得我们是关在一个房间里面。我们得找一下灯吧。我来找一下。没事，鹏鹏现在已经可以了哈。现在你已经趴着了。谁抓我脚？谁抓我脚？没人抓你脚，没人抓。贾斯汀，啊，是你吧？没有啊。那刚刚有人抓我脚。我摸着贾斯汀，后面谁抓过我？我俩的手都在大佬。对，我们都是互相搭着的。没有人抓你脚，你肯定是错觉。没有人，你有错觉。现在你已经开始幻听了，就幻想、幻觉。我对天发誓，刚刚这个手是这样。哎呦，谁捅我手啊？刚刚是这样抓的。找一下灯，先找一下灯，才能找。没事。魏霆，往前，让他靠着。我在这，哥，我在这，让他靠着你。我在这，哥，好。国伟呢？我在。在我后面，他在我后面。哎，我觉得你们也帮忙看看手，摸一下，摸着呢，我怕我戳破了，都摸着呢。这边都是玻璃，这边全是玻璃。摸到很多头。哎呦呦呦，什么呢？这边左边是吗？到头了吗？没有没有，还能接着往前走。你们觉得我这个方向是对的吗？没事，你就走。别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往前走，快点，快走！跟着我，这里进来，走了。另外一个。我的天！他拎着那个镰刀走在我们后面的那个，基本上没怎么睁眼的，对，那个挺吓人。这真的后面拿个斧头。刚真的不是你们抓我脚，你抓他脚了吗？没有，我也没有，我们仨都站着呢。没事，鹏鹏现在已经可以了哈。现在你已经趴着了。鹏鹏刚才怎么了？谁抓我脚？没人抓你脚，没人。贾斯汀，啊，没有吧？我没有。缓解一下，哎，我问你，你知道斧头帮如果开了个店叫什么名？叫 Photoshop。 你看他就要跪下了，他怎么了？我直接准备好迎接他，满地的黄金，男儿膝下。我抱着谁上去？我抱着谁？来来，你抱我。直接抱上去啊！哈，那得两个人抱吧？这样。嗯。你俩这个是 OK 的吗？才过的。你俩这是 OK 的吗？走。好。
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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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够不够不够。那再这样，咱俩并排，你踩我俩，踩肩上啊？别，哎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俩就这样，我踩你们俩膝盖。好，来。哇哦！好，走。哇哦！好，别住。OK 了，再看一次吧。我觉得你可以的。哇，可以来了。我记住第一个。鹏鹏第二个，鹏鹏来第二个，那还是准备好300第二个。这样。这是手放下的，这是手放下的。这是放下来的。他放下的。左第三个。哦，这太难了吧。这是啥呀？这是啥呀？我先做了啊。二，就这个二。来看第五个，有人学一下。一共五个。这一定是 C。不是，那我这个是啥呀？你是直手的。他是去最后那个，你这个是贴现配啊，就是你这个是黄梅戏，你这个是黄梅戏。我这是啥呀？E。E 吗？那就是 E 啊，那就是 E 了，那就是 E 了。他是什么呀？这是 L 应该没问题吧？这是反的，反 L 啊。对，那我是一个反 L。你这个就是 I 嘛，啥也没有嘛，啥也不是。哦，是吧？这样吧 ，I 嘛，竖的嘛。I lie 谎言。谎言。L I E 后面没有了吗？然后就是这个二。Liar。Liar 骗子。不是不是。那最后是什么？最后这个是这样吗 ？C 结束的。不是，这个是 C 吗？有没有可能是 F？ F， 或者 F 结束的。也有可能是。L I E L F 试一下。什么词儿是最后以 C 跟 F 结束的？buff beef 他侧着跳舞，他是在一个笼子里面跳舞，笼子里。哦，他是在镜子里镜面，他是在镜子里镜面，镜像。哦，他是倒着的，他如果是镜像的话，那他也是这个呀。你做这个啊，啊，然后我给你一个一模一样的啊，他们俩一起跳舞。你跟他比心，N， 一竖 N， 是吧？不是吧？没事，我们看下一个。行。这样，第二是这样，有人跟我比吗？这样。O， 那就这个就是 O。咱俩对着镜子。那我们这是不是 A 呀？ A 吧。A。
来，我们下一个看这个什么，这什么 V 还是 U 啊？那就是 M。M 对 M 有可能 M 有可能。M 呢？最后一个是这样的。O O。猫，猫。T 什么 ？Tomato 什么？什么？他爱吃西红柿。第二个是啥？第二个其实有点奇怪哈，第二个是。对啊，你先别做，你先别做这个嘛。那我给你反着来，其实是这样子的。不是，那这是 X 吧 ？X。它是这样，它是朝着这边这样的吧？你确定它当时是这么是 A 是这么站的？是这么站的是吧？它当时是这样对里面，对里边站着。哦，对。如果里面再来一个 T A， 不是，那它只能是这样了。对，如果是镜下的。要不咱再看一遍吧。竖直的，那就是爱，对对对，爱。T I A T I A A T I A M O T I A M O， 我爱你。对，我学过这个。T I A M O T I A M O。哇，我们这个是真的是外语角啊，这节目什么都有啊。T I M O T I A M O， 我们这个要跟考雅思似的，什么都学呀、啊，各种精通各种外语啊。耶，小花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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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英语了，就是啊，磕到。哦，哇哦，一张床，床底有东西吗？不可能。那先进来吧，不管怎么样，先进来吧。先看一眼床下吧。来了啊，来了啊。看啊，没有，不行，没事，可以。来看一下，把那个掀起来看一眼。出来吧，有没有人啊？还有几个箱子。哦，这里有个锁。有密码锁，有密码锁。哦，这肯定要破密码。我觉得这肯定有问题。这是有个门，这有个笔记，在这里。这有个笔记，有人要看吗？陶薇的日记。啥也没有啊，陶薇的日记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死亡通知书，来读一下。你好，士兵爱德华于 MT913年1月17日在我国与 G 国的交战中不幸中枪牺牲，特函通知，请节哀。爱德华就是他吧？所以是他牺牲了，所以这个女孩在这跳舞。他把这女孩变成了木偶。不是，但不是还有个叫罗姐的吗？陶薇，你已经走十几年了，希望这辈子我还有机会见到你。罗姐 ，T I A A T I A M O T I A M O， 我爱你。那爱德华是谁？爱德华是他。他不是跟陶薇一起跳舞的那个吗？他陶薇的老公。他是先死了。罗杰是那个跟。
你现在眼睁睁看着都会被吓到啊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不是故意的，真不是，我就想看一眼这后面。点解啊？点解啊？这一封信，什么东西？这一封信，上面写着：每当思念太多，就用这支钢笔来临摹你画上的轮廓。是用这支笔？这支笔吗？轮廓，他就喜欢这个外国人，对不对？临摹这个外国，临摹你在画上的轮廓，那这是画了。要画那幅画，跟他这个，是要画哪个画啊？是这个画吗？就用这支钢笔。哎。想 get 更多逃脱灵感，科考美年达，来灵感密室小程序一起线上云逃脱哟。真好喝。好喝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意思啊？这里戳破，戳破，戳进去，戳进去，加油，红红，听队长的，听队长的，戳不进去，就要没有，就是墙，是个字，这是个字，这是个字。每当思念太多，就用这支钢笔临摹你画上的轮廓。啊，哎，我知道了，哎，直接这样临摹，直接拿铅笔这样，哦，知道了，对，直接拿铅笔这样临摹，有道理，一二。哦，那个是陶威写的，直接这样临摹，直接这样临摹。通过这个能看出一什么？看到他在祈求什么？祈求原谅。人家都说临摹了，临不出来吗？解释嘛呀？解释嘛？有可能是个 why。双层的蝴蝶酥，蝴蝶酥有点那意思，就给撕开了，戳吧，还有个戳。这钢笔不一定是个写字的，钢笔要从写字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是个啥呀？如果钢笔不是钢笔，它还能是一什么东西？这钢笔不一定是个写字的。如果钢笔不是钢笔，它还能是一什么东西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有吸铁石吧？这儿。哦。这有吸铁石吧？有可能是。直接。啊，吸到了。我吸到东西了啊！我吸到了，不是这样下来吗？吸到了什么东西？不会是个钥匙吧？好开心啊！这太快了，今天我们太棒了。张工，我够不着了，张工，我够不着了。太多了，不够，让他弄吧。我够不着了。他把哪走？我不知道。加队长，哎，他从哪走？我帮你安扶着。啊！出来个洞，钥匙，钥匙，钥匙！你要是嫁人，你要嫁给爹，想花，嫁给我，钥匙！哇，我们太机智了，竟然能从这儿。什么呀？里面是？哎，把那个纸拿出来吧。MT 913年2月1日，爱的花。你走之后，我依然遵照你的习惯，用你最喜欢的这瓶美年达口味和 M 图案设置了房间的密码。哦，
有密码锁，有密码锁。你曾经告诉我，知道了饮料的口味，再加两个 M 图案重叠在一起，就能见到你。这里面是他喜欢的口味是吗？对，来后面。是这个吗？就是这个百香果青椰。哦，真的是这个。哦，厉害厉害。Oh, yeah. 那怎么了？拿这干嘛呢？知道了饮料的口味，再将两个 M 图案重叠在一起。M 已经重叠过了，你看哪有两个 M 呢？这上面不是两个 M 重叠了吗？两个 M 重叠。美美 M M 美吗？美美 M M。哪还有 M 呢？哦，这有个 M。哦。哦，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姐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怎么了？膝盖没事吧？怎么看到奇怪现象？还行，哎，他特别像那种拜父母那种，说跪下，哎，再这样。说的太夸张，太怪了，太夸张，没摆得过来，真的太夸张了，我的。哎，这太可能了，这是哇，这是史上认怂，史上认怂都是认怂最快的人啊。为什么我以为他是飞出去了？我不知道他是跪下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太害怕了。小时候老挨打，还是为什么？为什么跪这么快啊？有事先跪。太害怕了。迎接他是吧？太害怕了。太害怕了。吸到东西吗？就吸到了那个，只有那一个下来了，就这个下来了。用你最喜欢的美年达口味和 M 图案设置了密码。百香果青椰味，这肯定是要连在一起的。百香果青椰在哪儿呢？我们一起来找一下。百香果青，百香果青椰呀，找到了。喂，这是个数字啊，三个数字。啊，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。这个是百香果青椰味吗？你就找到百香果的三个拼起来数字吗？三个是吗？对，三个数字，是不是你们百香果那能拼成一个数字形状？这拼不成啊，这是什么数字啊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？我们再找找看。哦，再找找其他的百香果有没有？这里有。啊。哎，对啊。喂，对对对，这样我画下来。这是什么？五。看它最后能连成什么数字吗？对吧？二。还有没有百香果青椰？三。这里一个百香果青椰味。可以可以可以啊。这不是就三个吧？对，就三个密码。如果就这三个的话，能拼成什么数字？二二。二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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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怎么想都是二二三。应该就是二十三，试一下看。看一眼啊，嗯，就应该是中间。好，二十三吧，好，现在是不对的，二十三。那三二二呢？三二二二二。不是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朋友们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朋友们。我知道了，这是个数字啊，三个数字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
那说呀。这个 B 下下右上左六啊。你看 B 上面是个下的嘛？嗯。B 下，然后因为 X 到这了吗？下右上左六，对吧？第二个是右，右下，左，下，右，二，第三个是左，左下，右，下，左。625，哇，我们真的，从 B 开始，朋友，625。我们太棒了。开了，撒花，撒花，耶，撒花。不是吧？咱们得开灯吧。你慢慢飞。哇，这块可吓人了，吓人了！站起来，朋友。哎呦呦呦呦，我腿软了。你就不用了，反正你要跪着。你要看呢？好，我看。他看你跪着看吧。我看。威廉哥是你吗？是我。啊。他刚才把那个东西整个弄倒了，这边也倒了。然后后面那幅画就全倒了，看到吗？咱们是不是碰了不该碰的东西？那没事，反正都碰了，继续碰吧。来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我跟着你，跟着你。我拿一个凳子来顶住。那就先不要动。又开始拼闪。继续往前走吧，可以吗？能通过去啊？什么东西？是陈伟霆你弄的吗？什么事啊？铁罐是你弄的？是这样的吗？有人去找我，就是有人，我笑得好大声，就是有人，小心啊，地上有那个。陈伟霆太棒了，接吧。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去看。脚下跟左前面下面有东西。对，有东西。啊！他在下面！别了！我抓住他了。我抓住他了！威廉哥！我后面没有人了！救命！我在哪里？当老师！谁？我抓到他了！陈伟霆把人摁住了是吗？陈伟霆把那个，你逮蛇呢这是？
他直接抓抓恩比特还行，他下面死了这是。为什么这么好笑？为什么这么好笑？我的，是假人。不是不是，他刚才抓我抓住他了。这是可以笑的吗？从来没有每次密室我笑成这样。他钻进去了，逮小偷。抓住他还行，可以，这个可以。你把你给摁住了。对啊。威廉刚刚真的在抓人，因为我抓到他后面，我感觉一股冲力去这样冲，抓住他！我操！啊，威廉哥！哎，他们俩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。爸爸，爸爸！我抓住他了。哎，我后面没有人了。你去抓 NPC， 然后他跪下。NPC 终结者。NPC 终结者，对。惊吓、惊悚，他们说这只是40%的那个恐怖程度，但是对于我来说，我哎呦，我哎呦，没事没事。6 7 8 5 5 6 6 7，你自个儿念数都能被自个儿吓着啊？你怎么了这是？你为什么弹开？哎，陈伟霆，你刚才开的他自己念数是吧？自己弹开了，自己念数都吓自己。你们胆子真的好大，我全是汗。是你有点太，确实太可爱了。你以前是个弹簧对不对？就砰一下就打开，砰一下就收起来了。何止弹簧，我真的，我刚看的那个绿色的。那你为什么那么爱跪着嘛？不是，我要找个支点，我站着人站着没有支点。站着不是支点的话，就是跪着是四个跪着哦，四个支点。那你要再趴下磕头的话，就7个支点。你有7个支点，这样是更最稳的。下回趴着磕头。对。现在是什么特技表演啊？他好累，他今天会很累，真的好累。发生什么？从来没有这么迅速过。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一切？这个密码，你看这数字，6 7 8是糖，5是急，5 6是。这是输入数字的啊，没有英文。可得6 7 1啊，不会顺着来。试一下6 7 8 5 7 8 5 5 6，哦不行，他几位数啊？4个数。这肯定是差一个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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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个数。爱德华的代表作是什么？哎呦！怎么了？我开瓶水也不行。没事，我只是我只是听到了。我开瓶水也不行。行，没事哈。跟象形文字有关系吗？TANG。6 7 8，急为什么是5啊？你要比是不是？这儿。哇，真的好。急。是跟笔画有关系吗？3，那是3下。哦，我好像知道了，笔画数，是吧？是啊，急也不是五啊。1 2 3，
唐的第六七八笔和吉的第五笔，科的第五六笔和德的第六七笔。来比给我，鹏鹏宝贝。六七八就是这个口了。对，六七八是口。是个零，第一个。是口。零。没有零。还是我们笔画有问题呢。笔画是这样的呀，零七零就是这样的呀。你不画没零吗？关键第二个是七是吧？第三个还是第三个还是口。一二三三一，对，第四个也是口。第四个也是口，三口，三口之家。哦，第四个是个 N。第四个是个 N 吗？对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这个形状按这个什么这个、哦、这个井字这个形状这样走？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我知道我知道了，回完全懂了，完全懂了、啊、第一个完全懂了。我第一个主我为啥呀？因为它不是，你看这不是一个圈，中间这个一个圈是五、哦、五七的话，七是这个五七五八，五七五八五八嘛，最后是哦对，五七五八五八，对了，哎，五七五八也不对啊，五七五八，对了，这四个笔画我是不是错了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口是先写这个五七四八，它是斜着的。死吧！哎，真的可以。啊，这不是笔画的问题。对，五七四八啊，好。五七四八，可以。好，笔画的问题。来，这个人。这是谁呀、啊？啊，罗杰和爱德华，你自己看看，他俩是好朋友。哎，这个 comment 就是说是共同点吗？对。哦，就他们俩很像。就对吧？啊，对吧？啊啊，对吧？啊。朋友们，哇，这里面有暗道，哇、哦，还真是暗道，嘿，哎，但是它是一个往上的坡啊，爬嘛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，鹏鹏？哎，你能跪着一路往上也还不错，高跪，高跪，哦，高处跪，你看一眼，它这个，它一路一路往上，往上跪着走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你不行，不是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出发，走吧，我带头吧，走。找你第二个，哇，等一下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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